红了，医生的脸就绿了。来用营养的番茄做菜吧，先把番茄煮熟，去皮切丁。热锅加油，爆香葱花，接着倒入番茄丁拌炒，再来把蛋液都倒进去。若是用瓦斯炉，就转中小火，让蛋液稍微凝固后，再拌炒成碎蛋。倒入水或高汤都可以，加点酱油、麻油、盐来调味，完成，就是这么简单、快速又方便。淋在熟面条上拌着吃，不止营养，而且酸甜开胃。哦，麻油的香气超诱人的啦！东新闻台北报道。